欢迎回到杨桃 TV 数位网，今天是阿花菜料理时间。小弟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是好料一道接一道。是的，刚刚教大家做了这个基隆夜市很有名的什么红烧排骨羹。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每周一素什么素油饭。好，素油饭、哦欸、油饭很多人喜欢吃，但是、嗯、我们有时候做素的是说，如果说都是荤的的话，是、欸、现在吃菜的那个吃菜人口越来越多，蛮多的，因为啊，一路。地球做环保嘛、嗯、我们体内有做一下环保、欸、这个素嘛，就来吃素的。对，因为一般的时候有些蔬菜类的啦、哦、摄取量比较少，是，所以偶尔吃一下素其实对健康是有帮助的。是的，没错，甚至说在满足的大鱼大肉当中呢，你一定要人家说什么吃鱼吃肉麻烦有菜来夹， 对， 对不对，吃鱼吃肉 吃菜来夹，对嘛，一样嘛，切菜来夹，有都会无讲究，哎，这位很穷，人讲正，我 copy 邱宝郎老师这样讲，哎，正确的说法到底是什么？正确的说法，吃鱼吃肉嘛爱，吃切菜来夹，哦，这样子哦，好，再学一下。其实老师的节目的时候就是这个，是，还可以学一下台语，每周每周台语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刘伯树讲俚语。你讲的哦，打礼拜讲一句哦，真的吗？好啦，今天的意思告诉大家说，有吃鱼有吃肉也要吃素啦。是啦，没错。但是这个素油饭要做的好吃的关键到底是什么呢？哎，我们关键是糯米泡水吸饱水分，米心才会透。哦，是要把那个水分吸足啦。对，哦、这个糯米泡到水里面要吸饱了水分以后，是的，米心到时候煮的时候比较会透。对，最少要泡三个小时。嗯，哦，三小时啊。对，三小时，那米心才会透。好，一般有时候吃油饭哦，就是不要说油饭了，因为一般的白米饭有时候都没煮透，是，更何况是油饭比较难熟。对，哦、没错。所以这个要熟的关键就是米心哦，要吸足了水分，这样泡够久，对，够三小时，三小时，这样煮出来才会透了。是的、哦，没错。好，先把关键记住，来看准备哪些食材。那我们今天做素也不含糊，嗯，哦，不能含糊，不含糊啊、哦，对，对不起。啊拍谁？台湾人，没在青菜啦。哦、我蛮台湾人、啊、哦，大家都是台湾人、啊。你跟台湾人，你起码刚五分。你好像是你想分本省跟外省？没有，不是。要再建立这个建立省级情节。是属于外国人，我不是外国人，我拿台湾护照。外国跑过来赚我台湾钱的、啊，应该小财啊！是是是你激动啊？刚对，你会不会介绍我自己家？白胡椒來，胡椒粉，哎，白胡椒粉，糖，哦，啊那个姜。红那个香菇是哦，啊，那个胡麻油、酱油哦，啊，红萝卜、芹菜、香菜、豆干，那个芋头，哈、哦，啊，那个皮丝，就这个，哦，豆腐皮弄成的那个丝、哦，是，不是豆皮丝、啊，不是豆皮，那一般人家的冬瓜啊，素的冬瓜啊，也是用这个，等于类似素肉了，它是皮丝、哦，对皮丝，介绍一下吧，面筋有没有？面筋都白搭，那他干嘛不叫面筋？他面，好了，你说时间不够，还一直跟我抬杠，真的，我们两个在一起都一直在抬杠、啊，真的。对，他来长糯米哈、欸，一斤的长糯米还是。这两个要介绍一下，因为一般有人会问老师说，那糯米我要怎么选，对不对？哦，要用什么比较适合？一般我们在挑了糯米哈，做一份，我们都会用长糯米。长糯米，因为长糯米做出来比较顶 Q。比较硬， Q, 但是 Q 弹度一点，对，会、哦、比较弹牙。啊，如果盐糯米的话是软 Q 的，它米哦，它凉，它凉。我们早上吃的糯米饭团是哪一种啊？一箩糯米饭团都长的，长的也是长，有长有、哦、就是那个口感。啊，其实人家现在就怎样的，他会一箩等于两斤的长糯米，一斤的盐糯米，有人混合了啦，对，他希望让他那个 Q 感，对啊，在黏牙的那感觉。哦，但是你要咬起来比较实、比较 Q 的感觉，其实是长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啊，圆短的那种是比较绵的，对，绵 Q 的。啊，我那是用捏刚好。你要是用圆的煮这个 ，OK 也可以啊，总不行、哦、可以啊。可是它是口感的话，吃起来是比较嫩哦，嫩米哦。哎、嗯欸，那我也可以掺起来中和。对，我一般我会加有没有两斤的长糯米对一斤的盐糯米，好，二比一的比例，二长一圆。对，或一斤的长糯米半斤的盐糯米嘛，因为买没卖啊。哦，二比一都丢。二比一的丢。好，长糯米多一点。是的，长糯米是圆糯米的一倍。是的，可以的，全部用长糯米也可以。是的，全部你。不要咬啥，哎、哦啊啊，是，咱讲台语就袂咬字，啊，这讲国语，哈、啊，来，人家那个吃饭总会啊，哪有不咬不到舌头的，是难免偶尔还是会。啊，我今天要教你快速的做素油饭，好，好、哦、好，一般人咧饭咧做哦，咱做油饭，咱咧吹一直饭米先吹过嘛，糯米要先蒸过，哎呀，蒸多久？蒸20分钟、25分钟才会熟嘛。可是我今天只要有没有蒸15分钟就搞定了。
哦，比别人省了要一半的时间。对对对，哦，问题在哪里？来，就在这里了。好啊，好看这一集，这样快速的做油饭，不管是荤的、瘦素的都好，都快速。荤的、瘦的都可以，我知道。嘿，荤的、瘦的都没赢。是啊，我这边我先放这个，记住，一般人家做油饭呢，应该是用黑麻油来炒嘛，可是我不要。为什么黑麻油它耐高温只有150度，好不好？哦，嗯，所以它不耐高温。我所以先会放沙拉油，先爆香，爆香我的姜末。所以你说爆香的这个基底油，你不用胡麻油、黑麻油，是的，你用一般沙拉油就可以，因为耐高温。对，耐高温。好，不然你要做到后面，你的那个有没有麻油的香气不见了？要苦，再来还是苦味？哎，真的啊，是是知道。之前人家说这个麻油不能太高温呐，哈，是是是，不会闭口。好，不想顾嘛，唔好。来，哎，我咱的姜味香气出来啊，哈，来，我就芋头下，哈。姜的香气出来之后，就可以下芋头。是的。好，哦，啊，这稍微还有半煎炸的一个方法哈。这行当然就麻烦。没啦，没用麻烦啦，只是讲用，因为你有用心，把老家一项一项的物件，嗯，味道、香气提出来，嗯，你物件自然更丰盛，不会单一的味道。嗯，是，啊，味道层次会丰富。是的，对对对对。哦，所以你就是在炒的时阵，哇，较用心一点哈。嗯，把香气要一项一项炒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哈，真的是。我这边现在也慢慢都闻到香气，蚵仔香嘛，哈。对，芋头的香气。来，谢谢。这个只是要给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嘿，皮丝哈。记得这个要买的是皮丝哈，我给大家再看一下，因为这个要收掉了哈。是是是。皮丝，然后把它剪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块状哈。哎，记得两样是同样的，一定要泡水哦。啊，它最少要泡水泡2个钟头以上哦。然后再剪成一块，啊，一小块一小块状。好，皮丝。哎，好，我芋头的香气也出来了哈。来，这时候我就下我那个豆干、香菇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你自己的油的分量你自己看，你看你的东西炒出来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哎，还有一点油脂来用，嗯，因为我这等于在半煎炸就对了哈。所以你自己中间来控制一下这个油量。是的，是的。啊，记得你的油不要一开始就放得太重，放得太重，嗯，因为我后面还会加胡麻油。哦，我后面还是会加，所以你宁愿少一点，中间看不够的状态，你再添加，慢慢加。不然我如果一开始放太多，对，哦，这样不好。生过油啊，你这油饭煮起来做油腻。哦，搁要煮迄个还要胡麻油再加进去。啊，是是是。啊，你真正油饭起来油够油腻，这样太油了。油啊，吃多，观众朋友妈妈，油啊，吃多就像阮今日安尼，隔壁这个哦。好，这样子哈，油要刚刚好，适量的这个控制一下油量。哇，那个香菇香气、豆干香气都有出来了，嗯，是吧？哎，欸，真的，我教过你要这样闻呐，啊，真的，你怎么老是靠脸吃饭的人？没有，我想要这个刚好脸蒸一下，哦，对，养有没有那美容啊？有没有用水蒸气在养一个美容啊？你看那小夸是奇怪，动作没啦，第一次看观众朋友讲借猪镜笑啊，是没没没，我没有，哦，一样，香气慢慢的提出来，好，来，这个。欸，皮丝，皮丝哈，对，再来红萝卜，哦，哇，哎，嗯，胖鬼，皮丝红萝卜加下去，对，啊，观众朋友妈妈，你要注意看，你看我的油还不会说感觉很多，哦，就是适合刚好我炒这些量。啊，不会有油跑出来，欸，因为我刚才有讲过，我后面还有一个胡麻油还没加哦。是，嘿嘿，所以慢慢等一下，是的，是的，等一下再加胡麻。哎，欸，老师，这个皮丝有点像上海菜那个烤麸哦，有点像，哦，有点像，对，是不是？是是是，可是不是哦，不是不是，绝对不是的，他们是这个有亲戚关系，但是不是等于哦。对，看起来很像哈，哦。哇，赶快，哎，欸，胖鬼很丰盛啊，真的胖鬼很丰盛，来，蜜爱堆，嗯，哦，这米我要下锅去炒一下。哦，为什么米要下锅炒一下呢？因为我米炒过的话，我等一下去蒸出来的油饭了，啊，特别的 Q 弹，哦，好，再来，我在炒的时候，同时它的米的淀粉质会跑出来，会吸索我的那个有没有刚才的芋头的香气、豆干的香气，又有香菇的香气，各种食材的香气在里面。
哦哦，是不是我油饭足足香的足味？是，就把它很入味。对对对对对。但是老师，你这一次的话，人家有的都是先把米煮熟，对不对？是是是。所以你这个是刚刚浸泡，你说三小时以上？是是，三小时。然后这样等于是生的米下去直接煮而已。对啊，是是，米直接下去。少了一个蒸熟的工序。有，我还要蒸，我就是要蒸，我只是说先炒一下。因为你一般有没有是不是饭会先蒸熟嘛？对啊，啊这可是你单单蒸饭你要20分钟，嗯，25分钟、嗯、啊才料炒好，跟那个有没有稠饭一起拌嘛？所以饭就是这样做。哦，啊可是我是生米一起下去拌，拌好直接下去蒸，而且你省个10分钟左右，啊、你只要蒸15分钟。哎，丢丢丢丢丢丢丢，这有差哦，有差哦。可是味道我跟你讲。很棒，很好吃，绝对赞。绝对比你一般的油饭还好吃，还更好拌。哦，因为在拌的时候，有没有那个蒸好的饭要赶快拌，手脚慢一点，有没有？它会黏在，又拌不开。哦，嘿，反正这个等一下拌的时候也比较好去拌。对，一下就拌得开啊。好、哦，哎、欸，啊，这要炒到什么更好吃？什么程度？很简单，你就要略炒一下，炒到有一点像我炒饭一样，有点粒粒分开的，啊，这样就 OK 了，好不好？安尼。把它冻在一起擦粉。哎、欸，安尼如何？好，好来啊！这时候我就放我的酱油，哦，哦，啊，胡椒粉，白胡椒粉啊，哦，来，好、哦、啊，我们的糖少许，是的，这毛更疼哦，我更淡薄疼，靠加，更疼靠加，哈、哦，台湾菜跟他打上鸡，是的，让我更疼嘞。好，来，啊，重要来啦，哈、哦。观众朋友们要注意看，我这一斤米，一斤米，一斤米，来一斤水。哦，一斤的水哦。对。哦，一定要一斤以下，不要一斤多哦，好不好？哎，水是不是？是的，是的。好嘞。哦，水的分量用一斤算哦。是，因为一斤等于600克嘛，一克等于一 cc， 等于我就准备600cc 的水。哦。啊。啊、你看这样是不是很好拌？哦，我的米是对，嗯，米的水有没有完全跟它混浊的颜色都均衡了？哎、欸，而且很香哎、欸，香气有增无减哎、欸。是的，没错。哎、欸，这样子真的有香，哦、已经有油饭的雏形嘞、欸。雏形啊哈，啊，我这样直接吹15分钟搞定它。哦、只要再蒸煮吹十五分钟，吹找个温煎啊，对啊，再蒸十五分钟就搞定哦。对，而且你看我的，因为我的米有炒过，而且现在下去煮，嗯、是刚才的那些酱汁的味道完全吸着在米粒里面。哎、欸，对、啊，是不是？对。对。啊，再来，会把那个吸的很饱满都在里面。对，你的油饭会特别味道特别香、哦、啊，再来，因为你炒过，你蒸出来的油饭特别的 Q。哦, 哦，因为已经先炒过，是的，所以有的人的油饭做不好，就是白白下下无下面米没有沾到，瓜没糊啊，对对对，因为啦，饭啊炼起它不好拌开啦，哦、因为糯米比较有粘性嘛，粘起来会粘在一起，对对对对对，安尼，好、哦，安尼的话，安尼啊，我刚才的一斤的水，你看完全没有了，是，哦，啊这样就可以了。600cc 的水，对，一斤米配一斤的水就是600cc 的水，是的，这里面处处是咸汁，处处是撇步哦，没错、哦，这油饭要做的好才真不简单，这样完全 OK 啦，来，好、哦，水分没有了，好、哦，再香胡麻油，这时候才加胡麻油，才下啊，像你胡麻油，对啊，啊你胡麻油，对，啊你胡麻油都安尼落去，都油金啊油金，吼、哦、啊吹起来香气嘛，这么香啊嘛未苦，啊才熄火了，是。这就起火了，好，阿雷。不但饭看起来油亮油金的也吹起来会比较香，香绝对香。好，阿雷，我们就准备的像这样。好，我们的蒸笼下面要铺这个哦。是的，铺个网子是的，一定要坑点一条米布啦。米布。嘿，那温够个米布，不然它会掉进去、啊。是的。坑一袋。不，来，我来，谢谢。哦，好。我再给你刷过来，好啊。好，你我到来，好，来，感恩，谢谢，谢谢。没有你这点，好，来，好，谢谢。免客气，好，来，好，观众朋友要注意哦，哈，啊，这嘛，吹这嘛有没，比如没夹哦，啊，你今天要用电锅吹也蛮晒啦，啊，不过用电锅你就可能要用肉梨。用电锅来吹煮也可以，对，但是电锅要用什么？肉梨。嗯，什么意思？肉梨就晒啦，人迄落哦，面汤啊，一空一空的。面桶有哦，我知道。脸盆有没有？不是有一个一个洞一个洞的那个有没有？就
铁的，对不对？对，铁的，对。人家在吹那个昂咕柜还是什么的那个那种东西。哎，就康康康有 T I A 哇，哎叫烙梨，我想烙梨，烙梨是什么饼干？温主任来讲，我想说为什么要用到水果里面的烙梨呢？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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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那个有一个铁板呐、啊，它下面有一栋一栋一个洞。对啦，哈、啊，不是啊，咱像那个闽烫不，啊，我一样是。像脸盆一样啊，不是有一个洞一个洞的那个？是哦，有没有洗菜？洗菜那个啊，那个应该叫烙梨，我懂、哦。反正就是一个盆子里面上面有洞那个漏盆嘛，是这样。好，啊、观众朋友们，慢慢你注意看，我怎么哇米安呢？我懂安呢？是为什么要给它开小洞呢？开小洞，因为它的蒸汽上来才会我熟透，对。均衡，哦、每一个地方水气会均衡。哦，一定要修堵一下坑，用筷子哈，做一坑的哦，对，哎呀，刮个坑掉，坑堵了，哎，个坑掉，啊，落去啊，吹十五分钟，绝对就好吃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哎，这样盖紧哈，对，吹十五分钟就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啊，来，今天我们一定有做一个优美了，水连火都不用开，啊，不用，不用，十五分钟，是的，是的，我刚刚还移来移去了，原来是，你看我们多贴心，反正都做到很到底，给大家看到，是这样子放进去以后开火煮，哎，火的话是里面的水呢？你就放时间呐、啊，好，十五分钟、哦、放足水分，对，蒸十五分钟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好，所以十五分钟后我就来捏，各位挑战，对啊，一二三，等下我不准备好，哦，一二三，咚，哎，给你管吧，你干嘛这么没管？我不要他管的，好，那你要看镜头，好，麦克手，麦克手，来，这个蒸这个十五分钟以后呢，每次导播都在管我，因为这一道哈工序，其实有时候观众朋友们。不瞒您说，节目有一定的时间，是的。工序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讲快一点；工序少的时候，我们不免要让它等待哈、哦。请大家不要苛责我们，像今天一定在时间之内完成它。是的，好，在蒸十五分钟以后呢，会变成什么样呢？哒啦！哦，香喷喷，好吃，刚出炉的热，这热腾腾的油饭，素油饭就这样完成了哈。进来，进后家来，今天的狐狸又来了哦，真的。我以为狐狸来了，狐狸没有，狐狸，狐狸的，狐狸又来了。我就替他讲话，真的，本来国语都他要讲的，台语我在负责的。我拢替你替你底下讲话呢，你拢安尼，我做辛苦，你也搞我搞干车，搞拉亏啊嘞。是这个，其实哦，这个阿华塞正港台湾人哦，这个台湾话说的很流利，但有时候有些观众哈，我看到大家的留言，我还是要帮大家稍微翻译一下，是的，偶尔哈、哦，这很好吃哎，真的真的，这真的我的福利了。对 对, 對啊，我还有了一个甜辣酱的，坑爹力酱哦，对啊，刚放过去，你也不够，还要还在要沾呢哈、哦，对啊对啊，我不用，我这够了，好，但要沾哈、哦，我自己来就对啊，拍摄啦，老刘师傅，我那没啦，出来得自己吃，我拢自己来，记得。加上一点点甜辣酱哈，哎，之前如果在我们这边有买这个大方花生辣酱的朋友们，不妨拿出来用啊、哦。是的，哦，黑素食也可食用，吃看吗？哦，好吃，赞哈、哦，嗯，还赞来点加这啦，台湾味啦，好、嗯、好、嗯、好，好好嗯、对，一定要有，不能有喜爱无为的啊。它有一个清香在，对。更好吃，它的味道非常的脆丰富，嗯嗯，那里面哈有这个，米饭那个口感哦，黏黏的绵绵的哈，但是它有一点点的一个怎么讲，就是那个糯米的口感，让你吃起来的时候跟着我们的那个，对啊，跟着就是什么皮丝哦，对，皮丝还有香菇，还有芋头，那个芋头香。都包在一起，这样好像被这个米给包覆住，这样。而且张经理有没有感觉很蛮黏牙的？你在咀嚼的时候有没有比外面吃起来哇更加黏牙？因为咱米有差别，更软绵一点。对，更加 Q， 更加米。老师，可是你不是说你是用长糯米？对啊，啊可是你有含微盐的吗？没有，糯米的东西它本来就不要黏牙，只是说它的品质的关系。它不硬啊，嗯，对，不会就不会硬的感觉哈，很软绵的感觉。是，嗯，哎、欸，好吃哎。好，慢些，因为这个要吃完，可能还要再一下下。我们来看看老师这边的完成的成品哦。好，最后放上香菜、芹菜珠，添加上你喜欢的这个调味的一个甜辣酱，没错，大方花生辣酱也行。这样子呢，就完成了我们今天给大家示范的每周一素的素油饭。对，就这样完成。好，再把我们的关键重复一次给您。好，我们的关键就是有没有我们的米要泡的透，泡久一点。
它才米米米才吸水饱满，米心才会透。嗯，米要泡多久？泡三个小时。三个小时。是的，老师是直接下去煮，然后在蒸的时候呢，有先炒过。所以蒸的时候比较短，对，蒸的话只要蒸15分钟，15分钟就可以了。而且吹起来有本外外感。你今天想要做，如果做荤的，我想要做蒲烧鳗米糕、金马米糕、红鲟米糕、蒲烧鳗、樱花虾米糕，嚯、哦，就弄出来了。都用这个做底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就是底啊。那如果要做荤的，我就是把肉加进去就好了。是啊、我今天做素的也 OK 啊，我素的有没有素鹅啊，摆一摆啊。哦素的 OK， 对啊，素的嘛，外面不是常有卖一些现成的一些塑料，有没有？是是，你也可以放在上面直接出来，加料也 OK 啦。哦，好，记住我们的这个关键哈、哦，对，香 Q 好吃的这个素的油饭，素的油饭完成了哈、哦。老师今天我一起，我刚刚谢谢谢谢，好，这样就完成啦。记住我们的关键，在家里自己做，非常非常好吃。是，你看真的吃的没几天就饱。糯米比较会有饱足感、哦啊、我会建议哈、哦，观众朋友们，我不一定要用糯米做，嗯、我会用家里的米来做，一般米可以哦，一般米就可以做了。哦，只是它的粘性没有像糯米那么粘。那不妨试试看、哦、因为它好消化。好，所以在这个我们的一个白米饭啊，或者是面类之外，我们今天来用自己家里的饭来做这种类似油饭的，是的，效果也很好，很好，变换一下口味。对，广告回来之后要教大家料理成功的撇步喽、嗯。今天要教的是料理成功的撇步，都是撇步。如何把这个干米粉烫的有没有又软又 Q？ 好，怎么样处理这个米粉哈？广告回来以后呢，再教大家。锁定亚超 TV， 待会。